回来关心国际的最新消息，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 ZK 罗琳因为在 Twitter 上面声援日前遭暗杀的印度裔作家鲁西迪，推文留言下方遭人威胁，苏格兰警方14号也展开调查。罗琳 Twitter 上面写着对鲁西迪遇刺感到非常不舒服，希望他安好，没想到底下留言就说别担心，你是下一个。法新社报道说同一个账号有贴文赞扬刺杀鲁西迪的嫌犯，据报用户的地点就在巴基斯坦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